喜欢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。假如每次想起你，我都会得到一朵鲜花，那么我将永远在花丛中徜徉。哦，张教授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让我们再次相遇。妈呀，我也太做作了。这到底是什么诡异的设定？我怎么每次素颜都能碰到装蒜的？一靠近装蒜的，总感觉有点心悸，呼吸不畅。帅哥，问一下，那条路怎么走？好奇是产生兴趣的第一步。哥，你怎么会喜欢这种肤浅的女人呢？当然看出来了，你们好。你们好。别误会啊，我跟庄宇我们没有同居。躲那么远干嘛？炸回去。有颜有才的花鸟 CP， 我炸。你在干嘛？花鸟当然要脱衣服。你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的，日夜相伴，一生照顾，以身相许。我不用你负责，但我得对你负责。你暗恋我？你是庄宇的妻子吧？我们没结婚。张教授，要哭你甜，你当我的药吧。对你是真的，你要好好记住哦。我亲爱的小美，这是给你写的第97封信了。每天都算着我们能见面的日子，想你。我也想你。